地铁站一出来，就到了新疆国际大巴扎。它是不是往正门走的话要绕一圈啊？地铁才三站，地铁过来步行加地铁时间才20分钟不到，我们打的打了20多分钟。我们上一回来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，对，它很规范了，更像一个景区了。2019年和2017年来的那次又不一样，但每一年都在变，感觉。这个是羊肉抓饭，好久加班，不好久不要再来了。进去先随便垫垫肚子呢。这个是新疆的抓饭，对，就是可以鸡圆的那碟，嗯，对，它就是胡萝卜的那个甜味，油油的，它是用羊油做的，那还吃，那边中秋好乖，我不吃羊肉的吃不惯，吃羊肉的还是吃得惯，也我们说闻不到羊肉的味道，它就不膻了嘛，嗯，你带车饭好吃。主要是它胡萝卜甜甜的，它有一些里面还会放葡萄干，我喝个热茶。几个节干对桃个节干青芒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它里面不放糖的。青芒不一样，我点了一个黄面。我吃两个烤包子，还有两串红牛烤肉。我告诉刚才吃个我点的，你这么给我一点串。羊肉包子，羊肉包子，我们就是当的吐鲁番茄吃那边的，完了去吃个火腿泡馍吃吐鲁番，酸酸的面，你吃的够好吃不够好吃？其实这里的不算很好吃的，这个随便路边的。我们这几天的视频就是拍的水一点，因为我妈来旅游嘛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景点都是我们已经之前拍过的，主要就是去我妈带我妈玩一下，所以时间比较赶。我们之前不止一次拍过的，对，主要带妈妈逛一下啊。接下来的视频都会比较水，你两句话说吧。快去拍，快去拍，我去拍。两句话说吧，一会儿如果吃不惯羊肉来新疆就没法玩了，这羊肉包子很难吃，皮硬的羊肉咬不动。反正中午就随便吃一点，晚上去找一个好一点的餐厅吃。嗯，先垫吧一下。出来的比较晚。等会儿再咬。很难吃的，你咬不动。咬不动啊。可以对比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去吐鲁番吃那个。到时候去吐鲁番吃就那个好吃。主要它也不是新鲜出炉的了。另外又点了一只鸽子汤，一整只鸽子，里面应该是鹰嘴豆，你们想？那红春。还有一些胡萝卜。鸡腿汤，这么算价格也不贵啊。一整只鸽子的，鸽子不便宜的。汤蛮稀。它里面那个是豆子，是他们这边的一个豆子，鹰嘴豆。跟瘦肉的。鹰嘴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我们那边没有。像国外也很多。对。小个贼，你讲。哇，一整只鸽子啊。这你第一次吃这个羊肉串，这么粗犷的羊肉串，跟宁波的宁波跟这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是好的，没有那么粗犷了，跟我们以前在那个伊犁啊、喀纳斯那边路上吃的不一样，它没那么粗犷。它烤熟了是吗？我们在路上有时候吃的，它里面还带点血丝，还红的嘛，就是。喝出怪吗？对啊，你吃的有羊膻味吗？没有，没有羊膻味。我感觉不错。蛮好吃的。那这家店还可以啊，价格也不是特别贵。100元。吃完饭我们再买个馕吃吃。应该先买馕的。这家馕店我们之前来逛过，买过一个刚出炉的馕，很好吃。哇，这个是啊，这里面是羊排吗？羊排啊。它馕有几百种呢，有各种各样的馕。
这上面是什么？瓜子仁。瓜子仁，要不买一个尝一尝。你看，这个应该也好吃，很香，感觉。你们选，买一个尝一尝吧。一个这个是吧？嗯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到哪里啊？哇，好香！那这种是比较传统的，你们选。还有这一种呢，它里面有夹馅的，馅里面啊，新疆他们还会有一些榴莲的。真的，与时俱进啊。嗯，有没有榴莲的呀？榴莲的。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你们人家有买到说有榴莲的。我没见过。妈妈把这个馕转给我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。咬一口吧。咬一口，刘姐，你咬一口那个假的馕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给妈妈单独拍一张。新鲜出炉的馕很好吃的，但这种馕带回去啊，人家说很容易发霉，因为我们那边太湿了。太潮了。嗯。就这里就等于一个馕的博物馆一样。那这个是真的吗？应该真的馕，假的馕会很贵。假的模具会很贵的，他们还不如弄是真的呢。面囊，什么行囊？线囊，里面有线的吗？哦，线囊就是含有不同的馅料而得名。咬一口，假装咬一口。这没真咬，是没真咬。没。对。我头发很松的啊。形象管理，哎呀，假的不能喷上去。面团和一下，擀一下。他现在做的应该算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馕。一个馕25块钱一个，还有这个抓饭，羊肉抓饭。这个应该是28吧。来新疆一定要买一些他们这边特色的一些冰箱贴。这个在伊犁有看到过，还有这种他们这里的乐器。这里还真的很多地方适合拍照的一些小道具。这个肉好大一串，这一串一个人吃饱了都，一串就能吃饱了，感觉有一个半斤肉。我们现在去逛逛这种精品礼物馆。这个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我想买的。一样的。嗯。这种有点特色的，但好像是它是旅拍的，不是那个。是人家正常当地人每天会穿的。嗯，你看这种呢，跟我买的一样，很多卖乐器、盘子、瓷器的。哇，这些瓷器还挺好看的。看到什么了？到时候可以去吐鲁番买。这些就是奶疙瘩呢。哇，这里真的好适合人家买回去送人的东西啊。七颗。那这个我看一下，这种在手活动3盒、100、200、1盒39，一盒39买一盒，买一盒是吧？买一盒。我们这边有几张，我帮你放了。新鲜吗？新的。6月25号，这个有半年的保质期。好的好的。这个切糕39块钱一盒，然后半斤。那这么上来一斤得有，哇，一斤也不便宜哦。还有这种毯子。这是干嘛用的？你看那样不挂起来，挂在墙上做装饰，也可以做坐垫的。哦，哇，哎呦，好舒服，特别舒服。你们想，这个特别舒服，这个毛，你摸呀，比饼干的毛还要舒服。这是紧摸的，可能。不一定。真的，羊驼毛。再来一个，
西安喝过的那个茶花弄，这边也有，我买了杯桂花饮，妈妈不要喝，我来给她买一杯的。这个怎么卖？20块钱三个。西安变得这么贵的，以前来这么很便宜的。你知道多少钱一个吗？嗯，还有十天15天以后还10块钱可以卖三个。现在早是吧？就是第二天今天，你给我拿出来。早。来，五花锅，现吃现吃。现要拍一拍更甜吗？对，拍的话是里面酥酥的，好吃了。来，五花锅，哎，再吃吃。直接吃，加皮也可以吃，剥掉也可以吃，皮也可以吃。叶子干你心皮。你想？我不接皮了。来，五花锅。什么？你甜了吗？糖包子。他现在是他最甜的时候吗？还要再过一会儿。甜的时候是8月20号。哦，8月20号，糖包子，这皮也可以吃的，其实甜吗？还行，对我来说已经够甜了，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，1块钱一个，你记不记得？对。现在20块钱三个。嗯，我们是想，甜吗？妈妈。甜。嗯。它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带皮吃的，就可能有点不干净，看上去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瓜？这个哈密瓜。老汉瓜。哦，老汉瓜。这个就是老汉瓜。它比较软吧，应该是。老汉瓜，这里也有。一个句，懂了一句。你告诉他，路边确实是嘛啊。3块钱，稍微买个金栗子，3块钱金栗。我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，只要8块钱。金栗子那边随便不是那也3块钱。嗯，这个老哈瓜好吃吗？人家说很上火的。它就是很软，就是老头都能吃的瓜，你知道吧？对。哎，你给妈妈咬一口，咬一口。哎呀，要往汁水。这么多水。芥末椒。别我了，这又没奶，人家帮我去开始吃。他新疆哈密瓜有很多很多很多种哎，哇，这个水，这个汁水，我的天，感觉装了个水龙头。我感觉这个大巴扎，如果你要买东西啊，逛逛还要很要逛很长时间。它里面这些商场进去啊，好多好多店。那他买的东西不也这里？不过他们一站式啊，离开的时候买一下，不就也挺方便的吗？嗯。二道桥。是多少钱一个？有绳子吧？有，里面有。50块钱。50块钱。他说这个是羊皮的，是羊皮吗？真羊皮的。真羊皮的。85买的东西，我给你优惠。我说配件白色的裙子不是挺好看的，嗯，刚好手机嘛。妈妈你要吗？里面有，给你买一个。你买一个嘛，我给你点钱有，好多东西有嘛。我只是当个你背背个，新疆背背，阿拉又背起背。是吧？啊，随你。这个就几眼50块了。啊。买两个能不能便宜点，老板？最便宜。买两个呀。40块一个。哎，没有，给不了，给不了。45块45块，新疆地铁站上面那个花纹就很有他们本地特色。我们现在准备坐地铁回酒店，再休息一会儿，因为昨天等于说是通宵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酒店了，然后前辈在给我妈，弄照片、导照片。你看看相册里面有没有？我妈要发那个朋友圈嘛。在乌鲁木齐市区，我们就准备了一天的时间。其实我觉得市区没啥好逛的，新疆还是要走到那个户外去，风景好。明天的话，带我妈去逛一下那个吐鲁番，我觉得那个火焰山嘛，应该算是对他们那个年代人，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去
吐鲁番的博物馆可以看一下，因为那个几千年的干尸嘛，然后带他去那个麻扎村，因为麻扎村我们之前去过，觉得挺好玩的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再去那个沙漠那边。我刚洗脸，准备准备，我们出去吃晚饭了。我发现在新疆啊，头发特别干，特别是之前烫染过的地方。打个小广告，下回直播的时候有这个摩洛哥精油。7月9号。对，我上一回直播的时候样品没收到，我用了好几年了这个。我平常实话实说，护发素用了不多，但是精油我会用。